是不是还是不喜欢龙源啊？他其实跟别的总裁不一样，他挺朴实的，也挺节约的，人也挺好的。没有啊，你想多了，傻姑娘，小罗挺好的，真的挺好。你问你妈，嗯，我们俩都挺喜欢他的，嗯啊，妈，嗯，说实话，实话也是觉得他挺好啊。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呀，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呀，有本事啊，腰杆挺得硬，在外边不让人欺负，在精神上呢，我跟你妈当然是你的坚强后盾。嗯嗯，但是从物质上讲呢，男女在一起最讲究什么？门当户对，是吧？两个人齐头并进，谁呢也不比谁高一头。可你们俩这之间吧，差距实在是太大了。真的有一天他要欺负你了，我跟你妈都不知道怎么替你出这口恶气，是不是？哎，是啊，宝贝儿。你爸呢，想法是多啊，但是这些都是为了你好。小楼这孩子呢，我还是挺满意的，毕竟将来呢是你跟他一起过日子，妈妈尊重你的选择。爸，其实我知道你想那么多都是为了我好，我也知道你说的我们之间差距很大，这我也想过，可是我就想跟他在一起，我就是喜欢他，跟他在一起我就会变得特别快乐。对于未来其实我没有想特别多，我就想着平平淡淡踏踏实实，而且我相信我们两个一定能把日子过好。你确定？嗯。